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是讲到度那个三加色啊，就是第一个是先度五比丘啊，就是佛成道后第一年啊，那么先度五比丘。啊，然后再来是所谓的啊耶舍四有，耶舍及四有总共五个人，然后及他的亲友55个人，亲友50人，啊，那这里就5个人啊，这里5个人，这里50个人。啊，然后就六十个了，啊，然后再来，有些说是金毗罗啊，那3个人，那么有的说是啊，有的说是大概就是富罗那加瞻眼，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啊，这里也有一个富罗那，耶舍四有里面有一个富罗那。富罗那又叫做满池子，经典里面名字哈一样的，有时候很多，比如说摩诃难，五比丘里面有一个摩诃难，那么阿那律的有一个哥哥也叫做摩诃难，但是他是在家的，在《中阿含经》里面啊，这个琉璃王要屠杀释迦族的时候啊。因为茉莉夫人，琉璃王是茉莉夫人生的，那么茉莉夫人是摩诃兰家，就是释迦种的摩诃兰家的婢女，所以琉璃王其实要叫摩诃兰叫阿公啊，就外公了，但其实不是他生，就是说茉莉夫人其实不是摩诃兰的女儿，但是他为了要嫁给这个波斯匿王，冒充做摩诃兰的女儿啊！这我们写一下好了，等一下啊，这稍微这个人物关系稍微讲一下啊，因为《中阿含经》里面有一个摩诃兰，这个摩诃兰是《中阿含经》里面的摩诃兰是茉莉夫人的舅舅，他没有出家，他不是五比丘之一，他一般讲五比丘一个摩诃兰，我们要说这个有时候就是名字一样的很多。那这里有一个富罗那，那这边也有一个富罗那，这个富罗那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这个很早就入涅槃了，这个不是，这个是后来啊，佛陀大迦叶结集完之后，那么回来跟大迦叶说，佛亲口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大迦叶跟他讲啊，已经治了就不再治啊，有这样的传说啊，这里有一这个也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啊，他后来去苏卢那国弘法，啊，南方苏卢那国，苏卢那国，那么迦瞻延去阿盘提国，应该是北方啊，苏卢那国，应该是他们的故乡啊，啊，很有名，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然后迦瞻延。啊，大概都在这个时候啊，就比较早期的，迦瞻延去北方去阿盘提国，这个是佛弟子里面比较早期的。那富罗那很早在苏卢那国就入涅槃了，啊，就入涅槃了，在苏卢那国没有多久就入涅槃了。那因为名字一样的很多啊，所以我们稍微分一下。啊，那刚才讲摩诃兰稍微。
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波斯匿王、乔萨罗国这个两个主要的国家，一个是品婆娑罗王，一个是波斯匿王。品婆娑罗王是王舍城的啊，那波斯匿王是舍卫城的，它不太一样啊。那一个是波斯匿王是乔萨罗国的啊，波斯匿他是乔萨罗国的。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我们先把关系弄清楚一下啊。乔萨罗国的，啊，乔萨罗国，乔萨罗国的首都是舍卫城，它比较靠近尼泊尔，王舍城就比较远一点，啊，乔萨罗国，它叫做乔萨罗国。啊，不是王舍城，是舍卫城。舍卫城，啊，那波斯匿王跟莫利，啊，那波斯匿王跟莫利有一个儿子啊，那么基本上像齐陀太子啊，他们有齐陀太子，他不知道娶几个太太不知道的啊，那就是齐陀太子，他本来是太子啊。啊，后来被那个被这个琉璃王啊，那么杀死了啊啊，琉璃王啊，那齐陀太子不晓得是不是莫莉夫人的，不知道，但是琉璃王确定是莫莉夫人的啊，就是琉璃啊，琉璃太子。那莫莉夫人，莫莉夫人是卑女，是摩诃兰家的卑女，释迦种的啊，释迦种摩诃兰家的卑女。不是这个五比丘，这个摩诃兰，五比丘里面一个摩诃兰啊，那他不是啊，是摩诃兰家的婢女，摩诃兰家的婢女。那么冒充啊，冒充公主，冒充释迦种的释迦族的公主，因为波斯匿王当时是最大的，那这个迦毗罗卫国啊，迦毗罗卫国他们是释迦族的。释迦族的啊啊，释迦族的这些，他是迦毗罗卫国，主要是迦毗罗卫国。那迦毗罗卫国是归乔萨罗国管的啊，是归乔萨罗国管的。迦毗罗卫国，他们是归乔萨罗国管。那波斯匿王有一次啊，去到迦毗罗卫国。要他们派一个公主嫁给他，那释迦族的人比较傲慢啊，他认为他们品种优良啊，所以他不愿意，所以他就把摩诃兰家的婢女啊，那么冒充公主，冒充释迦族的公主，释迦族的公主，就是冒充是摩诃兰家的女儿了啊，她就是释迦族的啊，释迦族的公主。然后嫁给这个波斯匿王，那就是莫莉。那莫莉后来就生下琉璃，琉璃王。那琉璃王生下来的时候啊，小孩子他就派到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啊，小孩子就让他去迦毗罗，因为很近啊，不远啊。如果看地图的话啊，这个迦毗罗卫国在这里啊，那么舍卫城啊，基本上就在这里，王舍城就远一点了，王舍城就远远了啊。啊，就在旁边，就派去他们读书，啊，那派一个侍者跟他，让他去读书。结果因为刘释迦族的人比较傲慢，然后他们那个种姓阶级比较观念比较强，他认为你是贱种啊，莫莉夫人是婢女来的嘛，他认为他是贱种。那有一次佛陀要回来，啊，那琉璃王那时候还是小孩子，那这个盖了。这个净饭王啊，盖了一个讲堂，在这个迦毗罗卫国盖了一个讲堂，好像叫做尼居律园的样子，就是榕树，很多榕树的地方啊。尼居律树是榕树来的，就是在一个榕树园，那盖了一个讲堂啊，然后要给释迦佛来讲经啊，榕树。尼居律的，好像尼居律园啊，我已经啊要看一下才知道啊，尼居律园，盖一个
盖一个讲堂，又给释迦佛讲经，然后就大家打扫，然后椅子啊什么都打扫很干净，这些王子都去就去打扫，打扫完了之后，这个琉璃太子就先坐上去看看。哦，算是啊，你要知道他们很忌讳这个，就是见种的人不能坐啊，就是有些摸到了都要去拿去烧的啊。那你是背见种的，这个是给佛做的，佛都没做你就先坐上去了，所以就骂他，骂他是背见种的啊，然后羞辱他啊，然后琉璃王从此记恨，说跟旁边的大臣说，你帮我记着，有一天我如果忘记了，你一定要提醒我，我这个仇一定要报啊。所以后来他是趁波斯匿王跟莫莉夫人去舍卫国听舍卫城祈愿金色听经的时候，然后就窃夺王位，就派兵在半路不让他们回来了。那所以后来波斯匿王跟莫莉夫人就逃到迦毗罗卫国，然后有些说死在半路，有些说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因为饥饿怎么样吃了萝卜胀风死掉还是怎样，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啊。你会听起来怎么好像很悲惨，去听经听到一半国家就没有，然后命就没有，不是他们的业，两大国王命都不好，品婆娑罗王也是被他的儿子阿哲斯王关起来啊，饿死啊啊，然后这个波斯匿王跟莫莉夫人都被赶出去，然后死在半，有些时候死在半路，有些时候死在迦毗罗卫国啊，反正就是这样。那这个琉璃王啊，这个琉璃王后来真的是窃夺王位之后啊，那么把他们赶出去了之后，然后就想起旁边那个大臣就想起来跟他讲，国王啊，你要我告诉你，你小时候啊被释迦族的人欺负，你发誓要报仇，如果你忘记了要我提醒你，我现在提醒你啊。他就想起来就非常生气，一想起那个小时候就发愿要灭释迦族。这个跟听说啦，我听说不知道真的假的不知道，听说希特勒会灭犹太人也是这样啊，他不是屠杀800万犹太人吗？他会灭犹太人，听说也是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被犹太人欺负的样子，听说了，但这个事实我不知道啊。那种怨恨哈，啊，一次的羞辱那种怨恨哈，他有时候会累积一辈子，真的，那生生世世都会纠缠不清，啊，所以我说我会讲一个公案，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三昧水忏，鸳鸯跟曹错有没有？啊，也不是他杀的，但是他就怨他十世都不放过他，啊。那曹错就是变成人面疮，他都甘愿哦，啊！但是那个鸳鸯的那个后来，就算他身上长疮很痛苦，对不对？身上这个肉长，这个脚这边长了一个人面疮，很痛苦。但其实那个人面疮也痛苦啊！那你说你要报仇，你要让那个人痛苦，你要成为那个人腿上的人面疮。你愿不愿意啊？那个人面疮是愿意哦。你看哦，所以只要他确定那个人也受苦，他苦也没关系。你看这个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要防范两件事，就是说尽量不要跟人家结怨 啊，真的，结一次的怨会有终身的仇，真的是这样，尽量不要结怨。那么印光大师也讲啊，广钧老和尚也讲啊，就是我们是为他好，但实际上要为他好，这个过程跟结果看起来他也不好，我也不好，那就不要了，真的哦。实际上我是要为他好，但是这个结果看起来我也不好，他也不好，那就不要一直要为他好了，真的，啊，这个是很现实的例子。那你看这个，你要记住第一个。不要让你未来的大腿长人面疮，更重要的是你不要成为人家大腿上的人面疮，真的，这个是很重要要告诉自己的啊，就是我们从现实的例子上啊，那不要成为未来，不要成为某一个人大腿上的人面疮，然后也不要让你的大腿有机会长人面疮，那么你现在就要解决这些事，那不要去造这些东西。
啊，因为那种怨恨啊，通常说我们利刀割体痕愈合啊，利刀割体痕愈合，这个都是要注意的。我们被这个刀割伤了，割到这个身体啊，痕啊，就讲到，我们就讲到这个琉璃王，就顺便讲了。啊，容易愈合了啊，恶语伤人恨难消啊。我以前很会背这种东西，隔壁连言呐、啊，哦，天天拿起来背的。恶语伤人恨难消，那个恨呢、啊，那个结怨呢、啊，所以从第一个，我们不要让别人记恨我们。那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去记恨别人。就算被别人伤害，也不要去记恨别人，因为记恨别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啊。那让别人恨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痛苦，但未来你会有很多障碍的因缘，他有机会就要让你受苦，那你也搞不清楚状况啊。如果没有人跟他说，他哪里知道这是前世的，这是十世前的东西啊？不知道啊。那这一部分我们要非常注意了，就是说我们从一些故事里面其实可以发现这个东西。好，那讲回来这里啊，这个七头太子琉璃王啊，那么因为他就被抓下来，然后被骂，所以他那个时候怨恨就记着。虽然过了那么久，他的恨也从来没消失，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给我印象也很深刻。有一只小象，小时候被一个人欺负，那个象的记忆也很记很久。后来他长大的时候，他走在路上，忽然看见那个人，他很生气，一定要去追那个人，打死那个人。真的，哦，那个恨很深啊，啊，那人也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啊。好，那琉璃王后来虽然做了国王啊，他就提醒他，国王啊，你要记得，哦，后来他就要去屠杀释迦族。释迦佛知道三次坐在一棵没有印的树下啊，这个其实到后面我们才要讲琉璃王屠杀释迦族了。那现在顺便讲了没关系啊，就是说他就坐在一棵没有印的树下，琉璃王还是很尊重释迦，虽然他要去灭释迦族啊，但是都是他非常尊重释迦佛的啊。后来佛就跟他讲啊，我的家族就是我的庇荫。啊，因为他去屠杀释迦族嘛，所以他想一想，他就回去了。没有多久，那个大臣又提醒他，他又很生气，又发兵要来灭释迦族。啊，那三次啊，挡不住。那有一个传说说，这个木建连啊，把那个释迦族的人放在钵里面变成血水啊，那个应该是故事而已啦啊。那这个。挡不住，后来就屠杀释迦族。那屠杀释迦族的时候，就去找这个摩诃男，他的舅舅。那《中阿含经》的记载是说，他的舅舅就跟他，不是他的舅舅啦，讲错，他的外公，因阿公啦，也是叫阿公，他叫他阿公啊，爷爷啦啊，因为他是认他为女儿嘛，当成女儿嫁的啦，其实卑女，当做女儿嫁的啊，所以他叫他爷爷。然后他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所以他是有头发的，头发很长。他说：“我潜到这个水里面，等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你才开始屠杀。”啊，那琉璃王就答应他说：“好。”啊，他说：“你能够潜到水里多久？五分钟很厉害了，潜到水里闭气五分钟很厉害了。”结果一沉下去半个小时啊，很久都没上来。他就觉得很奇怪，不可能那么厉害，就派人上去看。他那个头发绑在那个石头上浮不上来，就很多人逃。啊，那很多都逃到像我们现在尼泊尔啦，这些有一些像现在还有一些释迦族的，啊，那释迦族的并不是特别高贵，没有佛法上没有血统上的高贵，只有法统上的高贵，啊，不是血统上的，啊，并不是说你是释迦族的你就比较高贵，没有，提婆达多也释迦族的啊。那么基本上就好像真正的婆罗门是清净，真正的梵是清净，
真正的高贵是德性上的高贵，这个是佛法上一直是这样讲的，不是血统上啊，也不是你是宗派上的、啊、什么什么，而是你传承这个法啊，主要是这样。好，那这个是我们要讲到说，这里有一个富罗那啊，那这边有一个富罗那，那摩诃这里有一个，那也有一个，反正就很多一样的。好，那这个是莫利夫人波斯尼啊，那底下有七陀太子啊，那么琉璃王啊，这个是乔沙罗国的舍卫城的。好，大概是这样，我们先讲这个。好，那就接着讲这个。不要，我拿去好。我是动啊，没关系，我插去好。我是动作太粗鲁了。好，那一般来说啊，就是有富罗那迦旃延，大概也是在第一年。啊，第一年就佛陀就度化了，然后之后就度三迦舍啊，这个总共有50人嘛，然后这里有3个人嘛，所以一般来讲啊，那么可能另外有几个啦啊，那有些说是富罗那也在这个时候出家了啊，那这里大概就有63个阿罗汉了啊啊，然后富罗那可能是后面的，或是也是在三迦舍之前，或是在三迦舍之后啊，那么再来就是三迦舍了。那三迦舍我们讲优罗频罗迦舍，这是老大啊，那提迦舍啊，那么这个迦耶迦舍啊，优罗频罗啊，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啊，就写人就好了啊，三迦舍啊，这个有1000个人啊，这总共加起来有1000人了，然后之后就是舍利弗目犍人。这250人，啊，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啊，到这里的时候，这边总共有63个人，啊，那63个人，佛陀教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所以这63个人都不在身边。那么后来去度三迦舍，就有1000人，这里有250人，就1250个人，这1250个人就变成长随众。所以佛陀后来经典常常讲啊，1250人聚啊，就变成长随众，基本上是这样。那在度五比丘之前，啊，我们说过这个有提卫跟波利啊，最早的提卫跟波利度五比丘之前。度五比丘之前有提卫波利受两皈依，啊，这是最早的居士，啊，商人啊送东西来给他吃，这是受二皈依，那时候还没有僧团。度五比丘之前，度五比丘之后，这个是出家，这个是在家，啊，在家最早的就是提卫波利。啊，那个时候是皈依佛而已，皈依佛皈依法。后来就有耶舍的父母，啊，耶舍的父母也皈依，就变成三皈依，啊，耶舍的父母也来皈依，没有出家啊，三皈依。这个是最早的居士，啊，就在这里。后来耶舍就带他父母来，但是没有出家。那耶舍是有啊，那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是最早的居士啊，三皈依、两皈依，啊，然后这个是最早的这些法师就在这里，啊，那富罗那、苏鲁那国的东西，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就是他是说法第一，他很会说法啊，那这个佛陀为他说法啊，那为他说法之后，他没有多久也是证阿罗汉。那真阿罗汉他就要去苏鲁那国弘法，啊，应该是他的家乡了啊，可能是他的家乡。那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说不同宗教信仰的，或是啊民风比较强悍的，那佛陀就说：“那你去苏鲁那国，苏鲁那国那些人啊，那么就是比较刚强啊，或是民风比较强悍
那有一点像说你基督教徒或佛教徒要去回教国家弘法，那个是危险性比较大。你去基督教国家弘法，或是回教要来佛教国家弘法，或是佛教要去基督教、天主教地区弘法，那个都没有那么危险啊。但是你要去回教地区弘法，那个可能危险就比较大，因为他们的那一种宗教观念比较强啊，比较不容易接受其他的宗教啊，那排他性比较强啊，所以就可能会比较危险，类似像这样啊。那佛陀就说，你要去那边的弘法，假设他们骂你怎么办啊？他说不会的啊，那假设他骂我啊，那他不打我就好。他说：“他们打你，打我，不要把我打重伤就好。只是把你打重伤呢，那不要打死就好。啊，那把你打死了呢？那打死我本来就这个生命本来就无常的，啊，那么我能够为佛法牺牲，那也没有关系。”佛陀说：“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可以去。那真的，这个就是有弘法的热忱。那一般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为我们叫做为法忘躯或为法忘身，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哦，这个其实不容易。为法忘身，忘记自己啊，我们叫做为法忘躯啊，也一样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富罗那也并不是每一个阿罗汉都可以这样做到，阿罗汉虽然无我，他也不一定有这种弘法的热忱哦。”啊，真的，啊，阿罗汉大多数是随缘，而不是发愿，不一样哦。像富罗那这种就是发愿，其实这个是大圣的精神啊。我们说内密菩萨行啊，外现声闻身啊，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迦旃延大概应该也是跟富罗那大概同，可能是也比较早的。迦旃延是本来也是。富罗那是他本来就出家了，然后后来去跟佛陀的。那迦旃延比较有名的，迦旃延是议论第一，这个是说法第一。迦旃延是议论第一，那迦旃延有几个故事也是蛮可以讲的啊，就是一个是迦旃延有一个就是啊度那个贫女及恶王啊，这两个故事比较非常有名啊，这个好像上次也跟大家也是有讲过啊。那么杜平女是这个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启发了啊，就是有一个老妇人啊，就是人家的卑女嘛，印度的种姓阶段有一些都是从小就卖男的叫做奴嘛，女的叫做卑嘛，奴卑奴卑啊，男奴女卑嘛，奴婢奴婢的啊，女的是卑女啊，男的是奴嘛，奴隶嘛啊，然后他从小就给人家卖做卑女，然后年轻的时候能做事，做到老还是卑女啊，啊老了不能做了啊，他们都要出去扛水啦、种地啦，什么一大堆有没有的。那他的主人有固定给他的时间啊，就是去做这些事，就比如说要到5公里的地方啊去扛水回来，河边去拿水来。这个迦旃延有一次看到走路托钵，走到路边看到一个就是老太婆啊，可能就是60-70岁的啊，那么坐在那边哭，然后。他就很慈悲地问他说：“这个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哭了啊？你在哭什么？”他就一直跟他讲说：“啊，我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帮我啊，跟你讲也没什么用，真的就这样。”然后他就说：“你不妨讲来听看看啊，说不定我能帮得上你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在哪一个人的人家里面做卑女，那从年轻做到老了，啊，那现在做不动了，那主人叫我出来拿水，
啊，可是我因为脚力不好了嘛，走到一半跌倒了。那以前那种拿水的那个水壶哈，都是那个陶做的，跌倒就破掉了，啊，或是水就倒掉了，啊，那它还没有完全破掉啊，就是只是他拿到的水啊倒掉了，跌倒了嘛，水没有，然后他又要回去拿啊，比如说他5公里要走1个小时。一般我们4公里是走1个小时啊，那如果老人家的话，大概1小时走3公里，大概啊，那一般来讲啊，但是我们就也不知道了，反正他就要走蛮远的路了，比如说要走1个小时，去1个小时，回来1个小时，就2个小时了，那回来可能慢一点，因为回来有扛水啊，那他走到一半啊，拿个水回来，走到一半跌倒了，那个水都没有了。那他是要来拿水，他如果要回去拿，那么回去，因为他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回去主人认为他偷懒，2个小时就可以拿回来了，你却拿了4个小时，你跑去哪里玩啊？偷懒乘凉啊，就不走，所以就打他，骂他打他，然后他受不了这些打，年轻还没关系，年纪大了受不了打。骂还可以，但打实在扛不住，啊，那所以他这次又跌倒了，然后又回去一定要被打，他主人对他不好，啊，回去一定要被打，所以他心里面想到他一生都在做人家的奴婢，然后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穿也穿不好，已经受苦这么久了，现在年纪大了，啊，那。受这些苦就算了，吃的不好就算了，那么但是年纪这么大了，回去要这样被打，实在是受不了。然后他要逃走也没地方逃，这么老了也没有人敢说，连别人的奴隶你也不敢说了，因为那个是有一点像，就是也不行啊，因为那个就是财产制的，就是我就是你家的奴隶，就是你的，那么除非他把他卖出去啊，那么老了也没有人卖，也不能做事了嘛，所以他也没地方去，然后回去又要被打，也没地方跑，想到自己的这一生，他就非常的悲哀，所以就一直在那边哭，一直在那边哭。然后他就大概跟家长也讲了这件事，他说：“你说你能帮我解决吗？就算他把他拿水来，他明天还是要遇见同样的事啊，不久还是遇见同样的事啊。你说你能帮助我吗？”家长眼听了听，啊，他就跟他讲：“可以，我可以帮助你。”好，那你，他说：“你要怎么帮助我？”他就跟他讲哦，你看哦，他说：“你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你贫穷。当然他生到卑贱种，他就是要做这种事，但是他贫穷。他说，因为你贫穷，其实我们讲佛法叫做没有福报啦。”没有福报，第一个就是你出生就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穷的人家，那你出生就是比较贱种的，啊，就是贫穷人家啦。我们叫做贫跟贱，这两个有时候连在一起，有时候不连在一起。贫跟贱，贱就是我们说他出生不好，啊，一个是家庭，他就算是高贵种的，是也可能贫穷啊，叫做贫穷卑贱啊。那以前这两个都是连在一起的了啊，卑贱、贫穷跟卑贱啊，我们叫做贫贱的啊。贫穷就是没有钱啊，家里很穷；卑贱是出生不好啊，地位卑贱啊，比如说奴隶啊，比如说你出生做首陀罗啊，但首陀罗也有有钱的哦，首陀罗也有有钱的啊，但是就是一辈子被人家看不起啊。啊，人家就算你有钱，人家也看你不起。那有些是王族的，就算穷，人家也尊重他。啊，类似像这样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这两个常常连在一起。啊，那么其实佛法其实叫做没有福报。啊，那你不布施、悭贪、偷盗，就容易贫穷；你不持戒，就容易卑贱。啊，上一个去看不起别人，啊，傲慢就容易卑贱。其实因果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家长也就跟他讲，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贫贱，
你今天如果不贫不贱，就不会有这种事了、啊，啊，那所以你应该把你的贫贱卖掉，啊，叫他叫做教父卖贫嘛，叫这个妇女妇卖贫，啊，这听起来很新鲜的啊。啊，我们有听过说哦，我有很多功德，我可以把功德卖给你，就是卖功德。还有人卖贫贱的，啊，贫贱怎么卖？有人要买吗？啊，你要是买功德，还有人买。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买功德，啊，出家人修一修，然后捐钱买功德，啊，帮我消灾。其实功德也不能买啊，功德是不能买卖的，真的啊。那我们佛教徒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在家人跟出家人买功德，啊，那出家人就卖功德给在家人，没有在买卖的，功德没有在买卖的，真的也买不了，也卖不掉，啊，是卖不了的啊，但是可以修啊，都是自己修啊。那么出家人一般是出家人教在家人怎么修功德，那在家人供养出家人努力修行，那么努力读书，告诉他们。啊，道理，然后怎么修功德，引导他们怎么修功德，就有一点像老师教学生知识，啊，这生活的知识，那么道德的知识、伦理的知识，让他可以作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可以做在社会上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用，对社会有用，对国家有用，因为没有人教你不知道，所以老师的职责就是教这一些小孩子。啊，我教这一些人怎么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怎么做家庭，怎么样对家庭有用，对社会有用，对国家有用，对世界有用啊，讲这个啊，那这个学生啊就交学费，然后让这个老师可以专心做研究，然后来教他们，像医生也一样啊，医生也不种田啊，啊也不盖房子，也不做什么，但是医生就是在你有病的时候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把病治好，在你没有病的时候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不生病啊？那出家人也类似像这样，那在出这个老师他也不是卖知识啊，他也不是，他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有时间研究这个，然后他专门去教这些学生。那出家也是，他不卖功德，但是他教你，他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修行功德，可以带领你修行，那告诉你怎么修行，啊，怎么样获得功德，其实是这样子的。后来慢慢变成说，就变成可以卖功德，那可以卖消灾。以前天主教也有叫做赎罪券啊，啊你就买了，然后就可以赎多少罪多少罪，啊，其实是没有的。那我们都要把它改过来啊，出家人不卖功德，在家人不买功德，啊，但是出家人叫在家人怎么修功德。那出家在家人跟着出家人怎么修行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好，那现在讲回来家长远啊，他就告诉这个妇女啊，这个贫贱的贫女，把贫穷卖掉。啊，我有听只听说要只听说有买功德的，还有卖贫穷的，贫穷还有人买吗？啊，他的买其实他的买卖不是我们说的买卖啊，而且他也没有。他可以卖，有人买吗？他就这样问了，啊。他说：“有，你卖给我，我跟你买。”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那要怎么样卖掉呢？就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你贫贱啊，那你有这个问题，所以才导致你从小受苦，而且到老了还要受苦啊。所以他现在老了吗？他做事做没有那么伶俐了吗？没有那么利索了吗？那主人就嫌弃他吗？认为他偷懒吗？啊，第一个他自己本身福报不够，我们说他没有善业，所以他才贫穷嘛。好，那没有善业就想你出生就贫贱，手头裸肿的要给人家做婢女，你没有福报，你就会做这个。好，那你还没有善缘，所以我常常讲嘛，我常常讲三个问题啊，我们要把它记起来。此心此业此缘，善心善业善缘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善根啊，善根或是善心，
其实善心基本上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讲有正见、善根、善业跟善缘的问题啊。那佛法当然就是尽心、尽业、尽缘啊，就把它变成尽心、尽业、尽缘，自尽其意啊。好，善心、善业上，你没有善业，你没有善业，所以啊，你可能既贫又贱。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没有善业就好了，你还没有善缘，啊，那么你出生做人家的婢女，你又遇到一个不好的主人，有些做婢女，但是他怎么样？他遇到好主人，他生在穷人家，遇到一个姻缘，啊，把他带到富贵家庭里面，被人家收养到富贵家庭，哎，这个就不一样哦，哎，双胞胎有的给贫贱家收养，有的给什么富贵人家收养。他遇到的不一样，好，那这个缘就是很深多的啊。那你也许他寄养的家庭是好的，但是他出去外面很多人对他不好，那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缘很广啊，他的善缘又不好，所以要遇到一个不好的主人，遇到一个不好的主人。那有一些遇到好的主人一样做狗，有些被英国女王收养到，啊，那只狗就好命啊，对不对？啊，那给一个不好的主人收养到啊，天天折磨他、虐待他啊，然后踢他、打他啊，就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哎，一样没有善业，但是有没有善缘就差很多，哦。那一样有善业，但是有恶缘，那又不一样啊。啊，你出生在高贵人家，但是你就容易啊，这个人欺负你，那个人欺负你啊，那不一样，不一定哦。你恶缘多就不一定哦。啊，比如说你是释迦族的啊，但是你有可能有恶缘啊，啊，就比如说琉璃王，呵呵，就是个恶缘啊，啊，这些恶缘后来就会他要屠杀释迦族啊，你虽然高贵，那高贵没有用啊，啊，那现在形势反过来了，啊，当然这个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问题。好，那你说那要怎么改呢？从哪里改？从这个地方改，从善心改。啊，因为你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开始起始，所以这个一般佛教都叫它什么？发愿，从这个地方开始，佛教都叫做发愿。啊，或叫做发心呢，啊，发心立愿，有时候叫发心立愿，啊，发心，或叫做立愿。立下一个坚定的志愿，立愿，发心立愿，或者叫发愿，啊，通常都是从这里。所以修行应该是这样嘛，入道要门，发心为所，修行即悟，立愿即先。上次也跟他，好像也跟他讲过了，啊，这个是劝发，应该是劝发菩提新闻里面的啊，我没有不晓得是不是忘记了。入道要门，发心为所。一开始修行即悟，立愿即先，啊，就是我们发心修行啊，就是入道修行第一件事啊，不是跑多快，而是要往哪里跑，不是一直跑跑多快，不是你能跑多快，不是你的脚多有力能跑多快，而是要往哪里跑，要先确定这个东西，你要往哪里跑啊。然后基本上好，我们就讲回来啊，就是家瞻眼就教这个妇女啊，跟她讲你的问题啊。所以佛法讲苦集灭道，你的苦来自于什么啊？你的业跟缘不好，那业缘跟不好，主要是因为你的心没有力量啊。那你没有去用这个心去造这个善业，那你过去没造就算了，现在开始要造，或是你过去虽然有造，但是不成熟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好，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改变。你一个哭，你遇见这种事情，遇见这个苦。你早上哭，晚上哭，一天哭三次，啊，然后三天哭一次，啊，一次哭三个小时，
啊，哭得再大声，频率再高也没有用。啊，重点不是哭，重点不是现在发生了什么让我痛苦的事。虽然也要知道，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接下来我要怎么办？一定要记住，因为我们一生中哈，我们的一生中会发生很多让我们痛苦的事。人的一生里面，有的人比较好命一点，一生只发生一两次；有的人常常在发生，啊，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对头风，啊，这个小儿子才生病不多久，啊，大儿子又接着生病，啊，然后先生又出车祸，啊，房子又被火烧，啊，反正很多了，这个很多人是接二连三的。那通常一次的打击、两次的打击，我们都可以扛得住。接二连三的打击，通常就会让人家崩溃，就会让人家崩溃。那你没有崩溃，一定会得忧郁症，真的。啊，这种基本上就是你没有解决方法，而且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或是你只是痛苦，只是哭，只是埋怨。很多人只是会因为痛苦而埋怨，埋怨这个世界不公平，埋怨这个人生不公平，埋怨上天怎么会这样对我，怎么这么残忍的对待我。反正都，我告诉你，你埋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像就像那个老妇人一样，通常我们遇到这种东西，比如说他已经在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了，从年轻做到老，已经为这个家庭付出那么多，他得到的也没那么多，啊，卑女吗？人家吃剩下的才给他吗？啊，也没吃那么好，也没住那么好嘛。可是他做的是最多的哦，他做的是最多的，但是他受用的不多。他会想，我这一生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但是到头来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的苦，只有越来越苦。然后他，所以他一想到过去那么苦，他就感伤；又想到现在的苦，他就悲哀；再想到未来还要继续受苦，然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崩溃了，就没办法。但我们通常痛苦都是这样想啊，想一想过去我怎么忍耐过来，想到现在我还在受苦，然后想我未来还要忍耐吗？不忍耐我又能怎么样？然后就想到这样就悲哀，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其实这种情形我是经历过的哦，但是我没有，我年轻我就经历很多苦了，所以哭是比较能够和缓情绪的，但是一直哭就不是办法。可是你会想，我也只能哭，我什么也做不了。不是的，你可以的。所以他就来叫他，他说我现在这么老了，我怎么去改？第一个种姓是不能改变的，就好像你出生是男是女，你爸爸妈妈是谁，你的血型，这个是不能改变的，这没办法改变啊。他出生是手陀螺，这没办法改变啊。好，那贫穷可以改变，但是他也无能力改变啊。他说年纪那么大了，他哪里去改变啊？他也没办法改变，要改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好，那怎么办？所以佛法是从哪里改？从心上改。可不可以改？可以改。好，那怎么改呢？好，家瞻眼就教他了。好，所以他过去，他这个人哦，过去肯定在佛教中有共生过，而且可能其中一个就是家瞻眼。真的哦，真的是这样啊。那么他过去这个业成熟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世哦要努力先做这个业，未来不定哪一世成熟，真的啊。我讲一下，我以前，我们家以前也很穷啊，那赚的钱不多，那么就算存得多，就是存也存不多了，反正你就发生很多因缘就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佛了，我就先从结善缘开始，真的哦。那时候我在台北工作，然后
租房子的钱，那时候我吃的很省，尽量能够少吃就少吃了啊。然后，但是我一定要去跟三宝结缘。那么跟三宝结缘，我们能力有限，但是还是做。那时候我会跑去一家素食馆，啊，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改变，而不只是埋怨，要想办法改变。但是你不要急着马上要看到我已经这样了，怎么还没有改变？不要急，反正你相信因果就是了，你就是持续做。那个时候我都会跑到一家素食馆，然后我跟他们讲，假设有出家人来这边吃饭，啊，那不是大餐厅，那就一般的自助餐了，啊，但是有出家人去吃饭嘛，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就告诉他们啊，就有人供养，啊，那一个月之后，不管谁来我都供养，虽然我没有钱哦，啊，但是那个也花费不了多少钱，那个只有自助餐也不贵了。啊，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有时候跑去那边吃嘛，那家还不错。然后我就跟他讲，假设有出家人来，那时候我还在家，那时候我大概22岁吧，当兵完，然后去台北上班，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先结这个善缘了。然后是善业嘛，他是善心造善业结善缘啊，你看，而且善缘是结在哪里？结在三宝里面，那很好啊。啊，后来我就说跟那个老板讲，我只能在那一家这样讲啊，你说很多家那我就没办法了啊，那一家就还可以啊，就是要量力而为啊，啊，那你也不要卖血卖肉的，也不需要了啊，啊，就是反正就是量力而为。我就跟他们讲说，跟那个老板讲啊，因为我也去吃嘛，偶尔去吃，然后我就跟他说，只要出家人来我都供养啊。我记得他只有一个月好像不知道结多少钱，1-2千块而已了，不多，有时候才几百块，因为也不是常常有人去，只要有人去我就供养，然后一个月跟他结一次，啊，就先结善缘啊，啊，我那时候就有这种概念了，就是做嘛，啊，然后什么时候会成熟不知道，但是你就是要做，啊，那你不只想着哦，我因为这样做我可以改变什么，不需要，你知道他会改变，啊。那么但是你就是要先结善缘造善业发善心，真的就是慢慢做，你单单抱怨没有用，我已经抱怨很久了，我小时候特会抱怨啊，真的，我小时候会觉得世界不公平，真的上天无眼，我这么好的人不应该受这样的苦，真的特会抱怨啊！我就讲过嘛，我说讲经会讲啊，我以前也很会抱怨，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要受这样的苦，不公平，不公平，出生就不公平，不是的，因果最公平，锱铢必较，丝毫不爽，不要再抱怨，真的。但是也你说遇见这种苦不抱怨，老实说很少人不抱怨，小小抱怨一下就好，接着就要怎么样，大大的发愿，把那个抱怨变成什么？变成发愿、立愿，那个愿转成这个愿，啊，就善心变成善心发愿，跟恶心结愿，你要转，啊，把恶心烦恼、恶心结愿、抱怨啊，结这个怨恨，变成善心立愿。好，我要做到什么啊，真的啊，我要怎么做，我要来改变啊。从因果上来讲，任何事它都有缘跟业的问题，你也许没有是恶业，但是你有恶缘，它一样会让你受苦。好，那么所以你要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好，我要做什么啊，我记得我就是后来我就要立，就是我决定我要立定一个目标啊，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是3000善啊，那个时候我佛教思想还没有那么懂那么多啊，那个时候就是儒释道联合一起的那一种的啊，那鸾堂那一种的啊，讲很多因果观念，那道家有3000善，我开始第一个立下愿就是我要行满3000善，
刑满三年上不一定要罚钱，不一定花钱。看到这个路上有一个玻璃，你玻璃怎么样？你会让人家踏伤，你就把它捡起来。捡起来是因为不要让这个玻璃会伤害多少人不知道，但是你自从你把它捡起来之后，它就不会再伤害人。那你利益了多少人不知道，但是假设有十个人会被这个玻璃伤到，你就预防了这件事。那这个事会造成什么事呢？就是未来你可能受苦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有人把你怎么样，把你的苦消除掉了，真的啊。那好事你就会有很多东西迎刃而解啊。那么这只是其中之一啊。比如说你看见一只蚂蚁掉到水里面啊，你把它弄起来，好，那你吃完东西，假设这很简单哦，这其实做三件事不难。那有时候就是你注意一下，比如说你喝完东西，你用水把它洗一洗，你没有你就丢着，没有多久就很多蚂蚁跑进去就死在里面了啊。那类似像这样啊。那你以前三千三一开始你就是有心做，没有多久，大概没有多久，很快就做满了，你再继续做。那么大概我常常说嘛，就是小则三个月，多则三年啊。那如果你真的是过去做的很少，最慢大概就是十年，他就你一定会体会到，而且你会看到你的善业，你的善缘它也在改变。在你周遭的人多数都是帮助你的人，让你欢喜的人，而不是多数都是让你伤心让你痛苦的人。真的，你马上就是不是马上就是少则三年啊，多则十年，最快的可能三个月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么但是一般你会受苦都是没有那么快的啊。会让你想做这些事，都是你这种缘不好，跟你的福报没那么好。那福报不好就是你想要的事很难得到，得到了很快很容易失去啊。所以我们说的幸福啦啊，比如说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啊，你的学历、你的什么，好像类似像这一些啦，那么比较没那么好。那你必须要做改变，那要做改变必须要你要立一个愿，愿就是不轻易改变的，坚固，我就是要做到。那这个愿不要发得太大，发得太大你做不到，你根本就不会去做。那一般我们发四弘誓愿，那个都是念一念而已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啦。今天刚念完众生无边誓愿度，等一下就吼、哦、被我们那个隔壁邻居气死啊！怎样怎样怎样？好、哦，开始，那你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被我那个儿子气死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单单旁边那一个你就度不了了，还众生无边，你就不愿意度了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你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烦恼，只看到别人的烦恼啊！要斩断别人的烦恼，那自己烦恼很重。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度不了啊，那么就是他没善根，他没什么，你自己不想一想啊，我有没有用很多的方法去度他？没有啊，这些都没有，因为太大了，范围太广了，所以不行，要拉回来，拉到就我旁边的人，这个人常常造成我的问题，常常让我起烦恼。好，我发愿，第一个我跟他善缘不够吗？所以我要在他身上做满100件善事啊。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改啊。那我要，或是我就是我要对他散发100次的善心，就是善意啊。他对我恶意，或是每次他就让我臭痛苦，好，那么我要在我这个多久以内，我要对他释放100次的善意，或在他身上做100件好事。真的，你就是要这样做，不然怎么办？你这样做就可以。那么当你这样的时候，他过去如果有恶缘，他开始会松动，你就加润滑剂嘛，你不再加上恶业，你不会拿那个木材要去灭火，结果打一打，那你那根木材又着火了，你又把那个木材丢在那里，又增加那个火焰啊。就好像说啊，我去骂这个人，我要调教这个人，结果调教啊，你那个话，你那个心又变成那个缘的恶缘的火，又一直烧，就一直烧，烧不完，
啊，那么这个就是你没有掌握到那个技巧了，啊，那这种要有很大的耐心，就是它没有那么快解决，它不会那么，因为既然造成你的问题，就表示它形成的时间久，它形成的时间久，所以没有那么快解决，所以它特别需要耐心，啊，然后不断的，就我们说，第一个找到正确的方向，第二个找到正确的方法，第三个坚持相续不断的朝这个方向用这个方法，它就这三件事，那么你就可以解决，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啊，像以前我们家很贫穷，那我们就开始从3000上开始做起，真的，以前我妈妈。我就叫他捐瓷器嘛，那个时候瓷器还很早，刚起来而已，啊，没有多久，我就叫他捐瓷器。我说100块就好。我妈妈就跟我讲说：“我得了欠人救济，就是我们这么穷，都需要人家救济我们，我们还有能力去救济别人。你要是说我们富有一点哦，我们去救济别人就还好，我们都需要别人救济了，你还要去救济别人？”我说这个观念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穷。我们需要人家救济，所以我们才要改变，要从根改变啊！也不叫你捐多嘛，就100块啊，对不对？少喝一个凉水或怎么样就有了啊。那么你就一个月捐100就好，你持续，因为你这种就表示你的行动，你要改变你自己，真的啊。像你哪一个因，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我只是假设了身体不好。那么你就要从帮助别人，像药师经，别人生病没有钱，你要帮助他；别人找不到医生，你帮他找到医生。你身体会少生病，生了病很容易好。啊，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啊，就是你就要做这些事。好，比如说像我以前就是我有读书的能力，但是没有读书的命。我很会读书，我小时候就都拿奖状，啊，然后，但是我读到国中，我就没有能力读了，就说我们家穷嘛，啊，我记得我是我们那个国中，那个时候有放升学班跟放牛班哦，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有的，我是读升学班的，那么，但是升学班里面只有2个没有升学，我是其中一个，啊，也是很厉害了，啊，大概有40几个学生里面，其实。我从来不买参考书的，因为我不需要参考书，我就可以读了，啊，也没有钱买参考书的啦，啊，但是就是后来我就知道，我有读书的能力，但是没有读书的福报了，因缘了。后来我就常常帮助那一些想读书的人，啊，你要想读书，我就帮助你。哎，我觉得我应该是我过去这一部分做的业不够，啊，就是你有能力读书，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命去读书了，啊，那像你如果身体不好，那么你就多做一些，比如说施药啦、施医啦，啊，这种事。那么如果你比较贫穷，你就常常去帮助那些比较贫穷的人，啊，类似像这样。但是你可以的话，你就什么都做了，啊，但是你如果要专门针对你的这个问题去改善的话，那你就常常生病的就。常常去帮助那些病人，啊，那么比如说像捐瓷器，就类似像帮病人，类似像这样。但你不一定捐瓷器，那你也可以。反正你的心就是要帮助病人的。那你觉得你头脑比较不好，那你就帮助别人读书，啊，让别人头脑变好，啊。你想，你觉得你对佛法的观念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啊，那你就帮助，比如说寺院啊、弘法的啊，或是印经啊，类似像这样子啦。那么这一种，它就是就好像我手不好，我就训练手；我脚不好，我就训练脚嘛。我缺维他命 C 补头，维他命 C 这样，但是营养还是要照顾。但是就是说，你可以有特别补强的地方了，啊。其实是这样，我们是从家瞻眼、交付脉平开始说了啊，开始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很多人其实都会有一些问题，没有的，天人比较没有。你没有升天，只有两个原因，就是你有那个业，但是你发愿来人间行菩萨道的，所以你没有升天。但这种人不多，
这种人就是他什么都不欠缺，那么恶缘恶业不到他身上，从小就够好面子，一直到老，那父母很疼他，兄弟姐妹对他很好啊，那么子女啊，这都很好。这种人有啊，我也见过，但是不多。那这种就是有一些是从天人刚下来，还带有一些很大的福报；有一些他真的是发愿修天不升天的，确实有这种人。他这种业可以升天，他应该享天人的福报，但是他没有啊，他来人间。这种确实有这种人。那多数都是因为业，不是因为愿，因为愿来的哦，他也不会埋怨的。老实讲。那我们多数都是因为业，像我也很清楚，我是因为业受这些苦的，啊，所以我们就要改变，多造善业，多结善缘。真的，我那个时候刚学佛，我就朝这个地方改下改善哦，啊，就很努力。我你看我到现在，我就很明显感受到我那个善业跟那个善缘有改变了。哎，从我。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到我现在50几岁，经过40几年了。但是大概我就说，我这个算是比较慢的了。大概经过30年，我就发现很多都改变了，真的。我这个是最钝根的30年，你们立根的大概10年就可以有了。真的，你努力做。但是大概经过10年，我就差不多发现不太一样了。但是还是苦啊！我大概真的是大概到大概20几年、30年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你不求，那个时候不用求，真的，那个时候就只是知道做，因为你知道一定有，不用求，不用求哦，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求地藏菩萨救苦救难，不需要，真的。你只要认清楚地藏菩萨怎么做，我怎么做；观音菩萨怎么做，我怎么做。你不求观音菩萨，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就是观音菩萨。你不求地藏菩萨，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就是地藏的分身。那这种你就是要做一阵子，你自然就会知道。你后来会不求，你只知道我现在。啊，我现在怎么状况？我要往哪一个方面做？啊，你不会求菩萨加持你，不会。但是你会去认清楚，菩萨都是怎么做的。那你就这样去做。好，我们转回来了哈，转回来加瞻眼，怎么教这个卖贫富？这个其实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都是贫贱的人，从天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是贫贱的人，真的啦。天人那个失一得一，失十得十，没有怨憎会，没有求不得，我们哦，求也不一定得，求得了很容易失去，拥有也不久。他们动不动就是1000年幸福美满，我们这一生如果可以活100岁，100岁已经是很厉害了。如果有20年的时间，我们是幸福的，我告诉你，这个人已经很厉害了，真的，啊，就是你有20年的时间，那好一点的人就是40-50年都幸福的。我们不要讲什么了，就讲佛陀的两个国王，品婆娑罗王跟波斯匿王。从小大到多钱，到老年也痛苦啊，到老年也痛苦啊。你看他也不是啊，他顶多50年吧，50年福报很大了呢，50年福报很大了啊。那像那个琉璃王就从小就受苦，但是老了造业，有一点福报，但造业后来也不苦啊。所以他顶多给他十年的，从他做国王开始啊，到他往生也差不多20年的时间，算厉害了啊。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基本上你说一直幸福美满的不多了，不多。那么除非你是真的是天人下来还带有福报那一种的，天人下来不一定有福报哦，因为他福报用完了嘛，
啊，但是有一些天人过去福报修很大，所以他从天人下来福报还很大，那一种的，啊，那就好像他搬离那个2亿的房子，但是他还住着7000万的房子，啊，那一般人连2亿住不上了吗？可以住7000万的吗？那一般人住100万的就了不起了。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从2亿的房子下来迅速衰落，只能做1万块的房子，租房子，那个就不一样了。不是所有天人下来都有福报哦，没有，啊，不过确定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了，确定啊。但是有一些天人他是菩萨道，确实是有，修天不升天，你可以不升天，你可以不升天。那这种人福报会更大，但是这种人不会埋怨，这种人不会埋怨，因为他有愿，有愿就无怨。真的，你慢慢会了解这个道理哦。但是如果你心中常常有愿，你就不知道要发愿，因为这个愿已经充满你的心。我们的心容量有限，除非你悟到很高的境界，你才会等同虚空那样。一般我们装了这个东西，装不下那个东西啊。那所以你要常常训练，让你的心有愿无怨。我们叫做无怨无悔，有怨有怨有力，有怨呢 有怨啊，那么有心，那无怨无悔，那基本上不容易啊。但是先立愿，常常想着我要完成这件事，我要完成这件事，其他的事都是小事，这一件是大事。那么你好好想一想，你有什么样人生中有什么缺陷？那么你。如果你人生中有什么缺陷，那么你就努力去照顾有同样缺陷的人。就是如果你人生中有这种缺陷，你就去圆满别人的缺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你想有什么圆满？第一个，我不去造成别人这部分的缺陷；第二个，我去圆满别人这部分的缺陷啊。就好像你布施给贫穷的人，未来你得到的福报不一定是那个贫穷的人给你的，不是哦，不是哦，啊，你去帮助那个病人，以后你生病并不是你那个病人来医好你的，不是。那么福报好一点的，你根本不会生病。那么就是福报差一点点，你生病，但是你病很容易好，你会遇上一个好医生啊，因为你做别人的贵人，你就容易遇见贵人。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因果嘛，如是因如是果，非常重要。那我们在这一生中，我们在这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苦，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生中结了很多的恶缘，造了很多的恶业。你说我怎么知道？看你这一生做的就知道了。这一生谁没造过恶业？如果是我，我要算哦，我一本书也写不完啊，可多了，真的，啊，恶心不算，单单有造作的才算，都很多了，都很多了，真的。我现在如果要讲哦，我也很多，写不完，太多了。但是也造了很多善业，所以人都是善恶夹杂，善恶夹杂，哦。学了佛之后好一点，善心多一点，恶心少一点。善业多一点，恶业少一点，真的。但是看人家怎么学啦，啊，有些越学越恶也有，但是多数都是学了佛。但是有些人不学佛，他善心也多，啊，但是学佛就是让你明白，学佛第一件事就是让你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正见的第一个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嘛？啊，其实就是讲这样，那你就会善心多一点，恶心少一点。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善，你还不一定做得到；你知道这个是恶，你还不一定就能够不做。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培养。那个又跟远有关系。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是知道了之后，那你立一个目标，然后去做好。那加瞻眼叫这个妇女，这个妇女的根本在她的善业，她的善业跟她的善缘不好，所以怎么办？年纪这么大了，你说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他又这样了，他有机会改变吗？有机会改变吗？有能力改变吗？有方法改变吗？有。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比较没有能力、没有机会两个地方，飞翔飞飞翔天跟无间地狱。地狱比较没有能力啊，有心无力啊，那个力起不来，因为太苦了，啊，太苦了。那飞翔飞飞翔的无色界天、长寿天也没有能力，他在定心里面，他不受苦，但是他也不会发愿，也不会行善，不会，啊，不会啊。所以《大毗婆萨论》甚至讲到，《大毗婆萨论》甚至讲到，啊，那么宁愿做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下无间地狱，对不对？都不愿做，都不愿做玉陀罗摩罗子。玉陀罗摩罗子是谁？佛陀两个老师嘛，一个玉陀罗摩罗子，一个阿罗罗迦兰。玉陀罗摩罗子升到飞翔飞飞翔天，哎，飞翔飞翔天有八万大劫啊，无间大狱、无间地狱，不知道是几大劫，不晓得，也很长，也非常长的时间，啊，有时候比八万大劫还长，不一定看人。但是为什么说他们为什么大毗婆萨甚至在讨论说，为什么宁愿做提婆达多下无间地狱，都不愿意做玉陀罗摩罗子升到飞翔飞飞翔？为什么？飞翔飞翔八万大劫不受苦呢？无间大狱好几万大劫都在受苦呢？为什么？这个就牵扯到善业跟善缘的问题了。他修禅定，在那个定心里面呢，他都没有动。据说了啊，有这个故事了啊，他说这个玉陀罗摩罗子从八万大劫下来之后，啊，福报享尽了，会变作一只飞鲤，天天都在抓那些动物吃，啊，后来又会下地狱。但提婆达多已经下地狱没错，但毕竟他出家，修过禅定，修过善法，他跟佛陀虽然有恶缘啊，但是这个恶缘也会想，所以佛陀据说受记他在人寿四万岁，或未来了，未来还是会成佛，他未来会成佛，但是没有受记，有受记提婆达多未来会成佛，他有下无间地狱哦，他未来会成佛，但是并没有受记，并没有受记玉陀罗摩罗子。他未来成佛没有呢？没有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个就是提婆达多至少有发心要解脱了，啊，有时候解脱到，而且他至少很努力修行过，啊，虽然他后来改变了，后来甚至是断善根，但是因为他过去所造的，以及他所发愿过的，还是会有力量，啊，他至少在佛陀的僧团也努力修行好久，虽然后来堕地狱了。啊，当然这个是某些部派的人他这样讨论这样觉得了。那我们说这个妇女，那么她之所以会遇见迦旃延，那么肯定也是肯定了，啊，她过去供养过什么啊，这些佛陀的僧团啊，那不一定是哪一尊佛，不知道了，那个时候迦旃延还没解脱嘛，啊，那比如说释迦佛也是在燃灯佛的时候啊，啊，那也是很多尊啊，很多过去了。那我们过去肯定有，过去肯定有，一定会有的。没有你不会，就好像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读哪一间国小，还是你是搬过来，但是我肯定你小时候有学中文，我现在讲话你都听得懂。你不可能学一天两天嘛，对不对？一天两天你绝对听不懂，啊，你绝对不是学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你一定是学很久，我现在讲你才听得懂，啊，那一样，你之所以对佛法产生好药，你有想修行，你绝对不是亲近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真的，这肯定是这样的，从因果上就知道了，从因果上就知道，就好像你看我这个近视那么重，不是才一天两天近视的，加重了吗？好，善根也是这样。那这个老妇人，迦旃延说：“你可以把贫穷卖掉。”一般人不知道嘛，所以你看，有智慧没智慧就差在这里。真的，你会想不会想？不会想的，就像老妇人一样，想到过去的苦，又想到现在的苦，再想到未来的苦，苦上加苦。你不想受苦，又不能解决，所以最后就怎样，哭，就只能哭，哭完了呢，哭完了还是继续受苦，
然后受苦又不甘愿，就开始有怨，然后怨就让你没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要不是自杀，要不就是杀人，变成后来有些变成这样，要不就是疯掉。其实佛法有很好解决的方法，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受过苦，也很多人现在正在受苦，那而且你会想想未来的苦，又觉得我的苦什么时候才能了，何时能了，很多人这样啊。其实我们就说你单单抱怨是还是偶尔抱怨一下没关系，偶尔抱怨一下没关系，但常常抱怨会伤害自己的什么那个怨心，真的常常抱怨会让自己的心塞满了，就好像你这个房间都塞满垃圾，好的东西拿不进来放，没有空间放，所以那个地方就越来越臭，你的心那个怨恨心它会加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要我们要怎么样改变，从心改变，从这个怨立先立怨，那一下子没有办法马上改哦，一下子做还是会这样哦，但是你持续，并不是你自己要跳离的，要脱离的这个苦，但是时间到了它自然会让你脱离，真的，你相信我是走过来的人，我知道我以前也很苦啊，真的，我以前常常一个人跑到那个河堤旁边哭啊，真的，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就淋着水一直哭啊，真的，也不知道是那个水多还是我的眼泪多啊，真的，我有时候我以前很辛苦的时候，我跑去海边啊，没有人的地方啊，那个长堤很长啊，我住在台南的海边，跑到那边哭啊，因为我为什么跑去海边呢？因为听说看大海心情会好，结果也没有比较好。我常常想，海水多都没有我的眼泪多，就更伤心了。后来我开始发愿，真的，我告诉你，我是走过来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苦啦，遇到苦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开始发愿。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遇见迦瞻眼，但是我遇见佛陀。后来啦，之前还没有，之前我还没，我是18岁才开始的。我大概14、15岁就跑去海边哭了，真的。后来我遇见佛陀，我相信是过去生的缘啊，真的，我过去生，所以我很时候常常会升起那个佛法的观念。所以这一生哈要多清净，真的，你那种观念生哈，你即使在没有佛的时代，你都会有佛法的观念升起来。所以没有佛的时代也有解脱者，那个叫做辟支佛。辟支佛就是过去在有佛的时代常常熏习。好，那个卖迦瞻眼教这个妇女把贫穷卖掉，怎么卖呢？这个很重要，我跟大家讲。刚才我有教大家嘛，就是说你们要什么苦，有什么苦，你就针对那个苦去造那个善业，造那个善业。我们的苦不外乎就是几种而已啊。一个人的幸福在五个东西里面而已。我们幸福是一种感觉嘛，幸福是一种感觉啊。那一个人的幸福基本上在五个地方而已，一个就是身体健康，长寿健康，这是第一个让你感觉到幸福的啊。你如果很多钱，父母对你很好啊，子女对你很孝顺，所有人都对你好，但是你身体不好，你有很多钱，什么东西你都买得到，但是你有很多病，什么东西你都不能吃，那你想想，对，这个真的是有这种人哦，哈，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啊，为什么？是这个身体不好，医生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能够吃最高级的东西就叫做药，那有什么好？那不好啊。所以所有幸福的根源，第一个一定是寿命够长，身体够健康，你才能够享受吗？对不对？你的钱啊，你的子女啊，你的子女再怎么对你孝顺，他顶多送你到最好的医院，
住最头等的病房，吃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就这样啊。那这样你病来的时候你就不痛吗？你就不苦吗？还是苦，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说了，现在大概讲一下啊，这个家长也是等一下要再讲，就是说因为这个跟我们切身都有关系啊。那我们一直陷在这个里面，一直在苦啊，即使学了佛也一直在埋怨，一直在抱怨啊。那这种其实会让我们的动力减少，因为人的心力是有限的，最耗损人的心力的，最磨损人心智的，就是恐惧跟埋怨。恐惧跟埋怨哦，你记得，因为他那个是死死死死的，恐惧跟埋怨这两个最耗损人的心力，耗损。通常体力的东西，体力的东西，吃个东西睡个觉就恢复了，心力的东西不容易恢复，即使做梦的时候都在耗损。所以这两个要尽量避免，恐惧跟埋怨，这两个要尽量，怨恨呢，这两个要尽量避免。有时候不能避免了，就要转换，转换拿一个东西来转换，就是所以要叫你立愿嘛，我先完成这个，其他的再来说啊。那我们说人的幸福感呢，通常不会，就是不会超过这五种东西。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健康长寿啊，一个就是幸福，多数的感觉来自于自己身体能够承受，有些身体虽然不健康，但是还不至于多病啊，多难啊，要常常你要常常看医生，常常吃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其实你就算阳明山有一栋一两亿的房子，你多数都住在医院的头等病房，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你就算有劳斯莱斯好几台，你只能坐那个轮椅，那也没有用啊。你的最好的车就是啊，装了那个电脑控制的那个轮椅啊，那个也没有用啊。所以多数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不要说完全不没有病啊，但是至少没有障碍的身体啊，而且寿命要够长，这是第一个。幸福的整个状况是第一个是身体健康长寿，第二个就是家庭的关系了啊。你虽然身体非常健康，但是啊，第二个主要是家庭，或是先讲经济了啊，就是你身体像牛一样那么强壮，很少在生病，但是你要做像牛一样啊，非常辛苦啊，做整天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又不容易生病，身体又特别好，但做得特别累，做得比别人多啊，那这样也痛苦，这样也痛苦。一个人要负担很多人的生计啊，那年轻还可以做，那年纪大做不了也很辛苦啊。所以基本上还要经济范围，就是不要说很有钱，但至少不会有一餐没一餐的，不会今天吃了不知道明天的饭在哪里啊。那生了病没有钱看医生啊，那么不会这样啊。那所以基本上还要有经济条件，不虞匮乏，那么就算有也不会很差啊。真的，这个是第二个，就是你要有我们叫做富有，也不用富有了，就是不要贫穷，不要贫穷卑贱，贫穷卑贱是一种苦啊，真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啊，真的。第三个就是要有家庭状况，就是除了你一个就是健康，第二个就是有一点点钱的，不要说完全没有啊，就是你有一些多余的钱，不要多余啊，就是有可以生活的钱的啊，真的啊。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会遇见很多痛苦，就算你身体健康了，你还是会感到很苦，你会觉得这个世间很现实。其实最现实的就是业报啊，那所以你还要但是你一个人经济好，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其实他的福报是很重要的。没有福报，你很会赚钱，但是你钱守不住，真的叫做五家共用。你的福报这边没有了，那边马上补进来；没有福报，
这边刚拿到，那边马上就没有了。真的，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专门修福报，你大概十年你就可以发现到这个现象。真的，没有福报的人哈，这边用了三年的时间赚了20万，假设了哈，我是这样走过来，所以我知道，你用三年的时间省吃省喝，啊也没有去旅游，什么都没有，就是存起来。用三年的时间，假设存了20万，你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个20万就没有了。那你不是说啊，那一个月再赚20万没有？你要用三年赚20万，可是你只要发生一件事，比如说一件车祸，生一次病，你这20万就都没有了，可能还不够。真的，这个是很常见的，这个也是我之前走过来，我体会到了，真的是这样。那你说那怎么办？从根本，从福报修起，除了努力还要有福报，要不然赚不一定赚得来，赚不一定赚得来，但守很难守得住，赚来的不一定守得住。好，那你如果有福报的人，第一个他不容易失去，来很容易，而且不容易失去，就算失去了，左手失去了，右手很容易又来了。真的，我告诉你，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从，你要让钱来追你，你不要去追钱。这个是经典讲的哦，好像杂皮经讲的啊，你追钱很辛苦，追到了刚要下来休息，他又飞走了。真的，你天天都在追，你天天在追，你会累死，还追不到。追到了也用不到，真的。好，这第二个就是经济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家庭的问题。你又健康，身体又健康，又长寿，又有钱啊，但是跟儿子女的关系不好，跟先生太太的关系不好，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好，跟父母的关系不好，那你的幸福感也没有。幸福感多数是可以给家人或是给你在一起的人产生幸福，你由他的幸福感受到自己的幸福，真的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虽然做得很辛苦，但是我看到我的子女可以好好的上学啊，那么可以安心的这个生活得很快乐，我虽然苦一点我还会有幸福感，对不对啊？但是我拼命赚很多钱，要吃什么？给他住最好的，读最好的学校，住最好的这个房子，啊，那么所有都给他最好的，但是，啊，他没有学好，啊，吸毒啦，干嘛？或是他看不起你，他跟你的感情不好，啊，那先夫妻常常在吵架，啊，那么亲子关系不好，那跟父母的关系不好，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好，你的幸福感也不会好。就是家庭没有温馨可言，这种幸福感也不会好，幸福感也不会好。还有一种就是朋友的关系，朋友啊，啊，这个是社会关系，家庭关系，还有社会关系。你在家里面大家都对你好，但是你不可能整天都在家里面啊，你要有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啊，你要出去工作干嘛？你出了家庭，所有的人都跟你不好。你在家庭的人对你很好，你又有钱，啊，你又身体健康，啊，那你家里人都对你很好，但是你走出了这个家庭，你的关系，社会关系就不好，那你也是没有幸福的，幸福感不多了，幸福但是不圆满，有缺憾，有缺陷。多数我们还是在外面的，所以这个就变成社会关系，人跟人之间。你在家庭是好的，但是你走出了家庭就不好。你身体好，经济好，啊，你这个家庭关系好，但是你社会关系不好，这个也不幸福。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啊，那这个你如果做公司的董事长，你的同事，啊，你的属下，啊，那么跟你关系不好。那如果你是做人家的员工，你跟你的上司关系不好，你跟你的同事关系不好，那这一些都，你就是多数时间还是你会没有幸福感可言，
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条件，聪明伶俐啊，你什么都好，人家对你好，外面的人对你好，家里的人对你好啊，你又生在有钱的家庭，你身体又很健康，父母都很爱你，但是你头脑不好。有没有这种人？有，有，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智能障碍，但是他家里很好哦，他父母很好哦，他兄弟姐妹对他很好哦，外面人对他很好哦，他又很健康哦，什么都好，就是头脑不好。这样会不会有幸福？也不会有。那人的幸福感就来自这五个地方：身体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家庭的因素，还有社会的关系，还有什么自己本身的条件。这五个其实佛教说你可以量身定做，这个其实好不好都是跟自己的，这五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五戒啊。你想想，杀生、短命多病，你不杀生而且还护身，你就长寿健康；你偷盗，你就贫穷卑贱；你不偷盗，你又布施，你就什么富贵尊荣，你就不会贫穷。你不犯杀生业，而且你还护身，帮助那些生病的人长寿又健康啊！你看佛弟子里面一个伯居罗，伯居罗活到160岁的样子，没有生过病。进入水，水淹不死他；进入火，火烧不死他。真的，真的，这个人真的厉害啊！那么这个长寿，这个其实是五戒了：不杀、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然后不饮酒，啊，不吃这个麻醉的啦，就是当时让头脑时时保持在觉照的状态，啊，就是不要迷迷糊糊。那么这个就是你，但是持戒有分嘛，分看你持几分嘛，你持得越高，那么你未来的成就就越多嘛。就是说你不杀生，你是非常注意到都不杀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不杀生的业很清净，你就比较很少有生病的因缘，非常少，生病也很容易好，啊，那你不偷盗，你稍微努力一下，你会生到有钱的家庭，而且你稍微努力一下就会很多，你容易得到，不容易失去。如果没有，不容易得到，容易失去，真的。你透过发愿行善，发愿行善去改变，你就会发现，哎，以前很难得到，很容易失去。现在，比如说你做3000善做完之后，那么你就会发现，现在不容易得到，也不容易失去。再进一步，容易得到，不容易失去。真的，这个是我亲身走过来的，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们啊，真的啊。这个不是我从书本上这样看来再告诉你，不是，我从书本上看过之后，我实际上去做，做完了发现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哦，很简单嘛，你不用埋怨了，你就我现在受什么苦，那是因为我哪一个地方不足啊，那我就去把它补足就好，很简单啊。你需要去求观音菩萨吗？不需要 啊。你说你现在很口渴，假设我现在很口渴，我是要去观音菩萨面前大慈大悲啊，请赐我一杯甘露水吧。不需要，我就知道哦，这哪里有 seven， 我去买一瓶水就好了，这不还不简单，对不对？或者哪里有水，我去拿就好了。你这种不用求观音菩萨，真的。那所有的事情都不外乎这一些啦。你只要知道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应该念哪一部经。那念哪一部经是要让你知道里面告诉你怎么做，你不用去问啊，哪一尊菩萨最灵感，哪一根菩萨跟我比较有缘，不是，你跟哪一尊菩萨都有缘，问题是你想跟谁学啊？那每一尊菩萨重点不太一样，只是这样而已。好啊，我们又要讲回来家庄严，讲很久都没有讲到，哎，几点？我们讲到几点？好，那么好，那这个家庄严他就教这个卖妇人说，你的问题在你的贫贱，
你要把它卖掉。他本来只是一直埋怨嘛，我们通常人都是这样哦，一直埋怨，一直埋怨。我记得我以前也是一直埋怨，埋怨很久，埋怨很久，埋怨到我自己都受不了。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再埋怨了，我一定要改变。所以我常常会跟人家讲哦，你要做改变之前，一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心力是比较弱的，长期忧伤，长期埋怨，心力是很弱的，所以一定要振作起来，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改变，我一定可以改变。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嘛，好像跟你们讲过，真的。那么之后就决心要改变哦，决心要改变，啊，心里面只想这一件事，其他事先不想。我要改变，然后怎么改变？好，啊，那就开始做，啊，持续做，要长期哦，长期持续做。那么这个加昌眼就跟这个妇人说，啊，你要把它卖掉，怎么卖？谁要买？啊，那加昌眼开始教他哦。他说：“好，你现在不要哭，不可以再哭了。再哭就所有的心力都花在哭上，哪有办法去实践？哪有办法去想东西？你现在先静下来，不要哭了。你听我讲，啊，他听说有可以改变，哎，心里面开始有希望了，有光了。有人在他的内心点了一盏灯，啊，其实真正点灯是在这里，在别人痛苦、迷茫的时候，你为他开导。”为他指出一条正确的路，这个是真正的点灯，啊，你不用，当然你要点在寺院也可以，但是最主要是点在一个痛苦的人的前面，给他指引一条光明的路。那首先你要自己有光明，你要自己有光明，啊，好，所以要让自己养成向善、向上、向光明，啊，要养成这个习惯。那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很简单，你有没有时常在抱怨，就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好，那这个加昌眼就跟他说：“好，你现在不要哭。”好，那个妇人就没有哭了。仔细听，他有什么妙方可以帮他得解脱？他就跟他讲：“啊，你现在再去用这个罐子，再去舀水。”再去舀水，你先不要哭，因为你还是要回去嘛，你要回去，你还是要拿水。那你现在第一件事，你先去河边再舀一点水。舀完水之碗了之后，舀完水来碗了之后，啊，他先跟他讲哦，你舀水，舀完了之后，你第一杯你先供养我。哎呀，我跟你讲这么久，我也口渴吗？啊，然后他路上经过的嘛，他要去托钵的。然后他知道哦，要供了他，他是唯一可以帮助他的哦，所以他去舀水的时候特别虔诚，啊，就是他舀给他老板的，他一打他的，跟要帮助他的人，他当然心不一样啊，非常的恭敬虔诚。那这一路上，他只开始有光明了嘛，所以他就去水里面特别找那个比较水也有清有浊的，他就用那干净的水，然后非常恭敬的倒一杯水给这个加昌眼，他供养的是一个阿罗汉。这个福报就来了哦，而且他是自诚心供养的哦，好，那他去舀水，他亲自舀的，他供养这个加昌眼，供养完了之后，他就跟他讲，他开始跟他说，现在我为你受八关斋戒，哎，他早上去舀水的吗？他就跟他讲，你现在，因为他的重点，他会品跟戒，我们讲过，第一个就是可能悭贪偷盗。不布施，然后就是什么，没有持戒，会比较贱了，卑贱了，啊，所以他现在为他受八关斋戒。那么受完八关斋戒之后，他跟他讲，你要记得，你这一路上回去，因为他已经延迟很久了，啊，他在这样折腾回去，第一个，你回去，你老板就是他的主人，一定会打你，一定会骂你，一定会的啦。你苦还是要受，还没受完还是要受，但是你要记得，你这一路上走回去的时候，你就念附送你的八关斋戒。你就是要在我受，我不杀生，不偷盗，你不要再抱怨了。而你打还是会被打，啊，当然你也不要哭。就那么你这一路回去，你就要先训练嘛，你就一路回去就念你的八关斋戒。那你要持戒，那你回去，加昌眼已经跟他讲了，你回去你主人一定会打你。你主人打你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不甘愿，也不要想着痛苦，
你就一直念你的八关斋戒，这一路上走回去就一直念嘛。念了之后，他打他，你还是你不要埋怨你的主人，不要再怨了啊。那你就是附送你的八关斋戒就好。那送完了之后，后面的事就没有了。你说那主人就不再打他了吗？啊，那没有。他说你只要记得这件事就好。好，所以他就这样，人家说这样我的苦就没有了吗？是这样，你的苦就会没有了。你就把你的瓶跟剑卖掉了，因为他有布施，虽然他只布施一杯水，可是他这一杯水是布施给谁？阿罗汉。那个甜不一样啊，甜跟心，我们不是布施的主要是三种嘛，心甜是不同啊，是不是？心跟甜跟是，心甜是。他这个是殊胜的，这个也是殊胜的，只是一杯水看起来不是殊胜而已，但是这两个已经非常殊胜了，所以会导致他的福报很大，啊，所以福报有差别嘛，心田是不同，啊，那么虽然只是一杯水，但是阿罗汉也不缺什么，他说缺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而已啊，没什么，啊，好，那所以他也没能力供养饮食啊，就供了一杯水。那他就听他的话，他说这样我的苦就能够解决了吗？肯定可以解决，你要相信啊。那因为这个妇人啊，因为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他就相信，就受了八关斋戒，他就一路上就送他八关斋戒。回去的时候，他主人一看到他，因为已经等很久了啊，等到抓狂了啊，因为这个主人就是跟他比较没有恶善缘了啊。迟到一点点就骂他打他了，何况迟到这么久，他非常生气，已经拿着棍子在外面等他了，一听到他回来就马上骂他，你又偷懒了啊，怎样怎样骂他，他也不讲，他就听迦瞻引的话，一直附送他的八关斋戒，念佛念法念身念思念戒念天，有没有啊？因为我们在痛苦恐怖的时候念这个啊，那他念戒，好，那念的时候，这个主人看到他，啊，他跟以前不一样啊，也不害怕，也不哭啊，那也不怕，也不辩解，他就更生气啊，他就打他打得更厉害，就这样把他打死了。你说那打死了他去哪里？升天了。打死了他就升天，因为他这个业没有了，他马上依这个业。现前得业，马上升天。升天之后，升到天上的天人，基本上第一个，因为他是化身的，他第一件事，因为他的福报很大，所以他可能是做比较好的那个天女，比较好的天女，比较好的，比如说公主类像这样的哈。那他马上就想起，哎，我为什么升到天上的天人会马上想三件事？第一个，这里是哪里？哦，这里是刀立天。第三十一天啊，第几天啊？东边第几天？它东西南北各有三天嘛，啊，就好像，比如说这个苗栗啊，哪一乡啊？那在东方的哪一乡？西方的哪一乡啊？啊，我在哪一乡啊？在哪一天？啊，那我为什么升到这里？啊，第一个这里是哪里？那我为什么升到这里？哦，我是因为供养迦瞻衍啊。那么我是因为我的善业啊，怎样升到这里？那谁让我升到这里？他想，哦，这迦瞻衍，那他就看到他过去生，那刚死还刚死啊。那个主人非常生气，主人非常生气，就打死了他之后，他死了马上，他死的痛苦也不大，为什么？他就在念八关斋戒啊，他一下就打死了，啊，然后他死了之后，主人就很生气，就把他的尸体。他以前都还用木头烧，他没有。他说直接尸体拖着就丢到那个狮驼岭，就是森林里面了。印度人都是这样的嘛，一般都是丢到森林里面去。所以有比丘才会到狮驼里面去观不见啊，就让他那边腐烂了给野兽吃啊。然后他马上说：“哎，那我那个过去生那个故身在哪里？就是那以前那个身体在哪里？哦，被偷到森林里面了。”然后他马上就带领他的很多天女，因为他是比较大的嘛，大的天人嘛，带很多天女下到这个他的尸体那边，还没腐烂啊，刚死啊，还没腐烂，拖到那里啊，被主人打到都是血啊，但是他没有痛苦了，他就是称为天人了嘛。然后他就带了很多天女，
从天上下来，在那个森林里面围绕鲜花供养这些这个尸体哦，他自己的尸体啊，你看起来他是很可怜，其实他不可怜，他已经升到天上了，然后他也不痛苦了，他就拿带着他们那边很多天女，他好像是公主啊，比较大的天人，都拿来鲜花供养，然后那个森林里面都放光了，很多天人下来嘛放光，那以为是我，其实不是，是天女带人下来，你看，把贫贱卖掉了。他之所以能够遇见迦瞻延，来自于他过去生在三宝中发过心呢、啊，发过心。那么曾经供养过迦瞻延，有可能啊，或是不一定是迦瞻延啊，其他的阿罗汉。所以他这一生也会被阿罗汉救，或是被这些三宝中得到利益啊。那么才在他最苦的时候有这种善缘出现，然后他也相信啊，就迦瞻延这样教，他就这样受。所以他有没有把贫贱卖掉？卖掉了。你看，那我们要卖掉什么？你想卖掉什么？你要好好想这个问题。那你要怎么做？啊，所以应该像这个是迦瞻延度化贫女的教夫卖贫。另外有一个，还有一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度这个恶王啊，度这个恶王。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他很讨厌出家人，他认为看见出家人就不吉祥。以前香港也这样啊，香港喜欢赌那个赌马嘛。我们有一个老师就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他因为他是香港来的，他说香港那个早上哦，一大早出家人不要出去，出家人如果一定要出门要带什么？带什么你知道吗？带雨伞。下雨吗？不是，人家会帮你，人家会吐口水，会给你泼水，因为。见到你就不吉利，为什么？会输光，光头嘛。他们都赌马，你知道吗？香港有那个赌马马票那种，他们很多人赌这个彩票马票。那些人一开门看到你哈，他就觉得不吉利，为什么？今天生意做不成了，会输光啊，赌马不能赌啦，啊，所以他们特别是早上非常讨厌看到出家人。我们那个老师说，最好早上不要出门。如果要一定要出门，要带雨伞。你看见那个人有动作，雨伞马上打开。不是要挡雨，是要挡那个口水。有人会帮你泼水，认为不吉利。啊、那么迦瞻延就遇见这样一个国王。啊，那是一般的人还没关系，那国王要你死的、啊。所以他只要看见出家人，他就觉得出家人不吉利。他一生气起来就会叫人家，他认为你这个不吉利的人不应该到出来外面吓人了、啊、你知道吗？让人家看得不欢喜，所以他只要在外面遇见出家人就把那个出家人关起来，就打那个出家人，甚至严重起来杀那个出家人。那迦瞻延知道了，就特别走去，早上走去啊，不一定早上啊，他 早晚看到他都讨厌，然后他就特别走去那个国王会出现的地方，就让他遇见。那所有的出家人都知道，国王今天要去哪里，都避免遇见国王，因为遇见了国王你不吉利啊，不是国王不吉利啊，啊，所以这，但是因为这样很多出家人受害，所以迦瞻延知道了，就特别要去度化这个国王。那这个当然我们讲这个国王。过去中也要有佛法的因缘，不然他也度不了他，啊！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缘不成熟嘛，所以他造很多恶业，也造很多恶业，就好像那个央觉摩罗也是一样啊，啊！好，那这个迦瞻延去了之后，国王看到他，因为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出家人了啦，所有的出家人都知道要避他、啊，都知道要避他嘛，就好像老鼠知道要避猫一样啊，对不对？你遇到了他不抓你，就是他不吃你，他也把你抓来把你弄残啊，就会变成这样。所有的老鼠都知道哪里有猫经过，不要去那里啊。那么出家人也是知道国王这个恶王哦，因为他有势力嘛啊，那么他有恶势力啊，所以你遇见他，你只有被关、被打、被杀死的份而已。所以这个他突然间看到迦瞻延从他那边走过来，他非常生气，马上命令人。把迦瞻延捉起来，他就是打他，
就问他说，你自己知道本身不吉利，你为什么还要出来，还在我面前出现？这个教导人就跟他讲，国王啊，如果我是不吉利的，我是不吉利的，那么你遇见我，你会不吉利，就是说不吉利就是南宫扫把星嘛，就是会克你嘛，我会让你受苦，所以我不吉利嘛，对不对？你遇见了我，你会痛苦，你会遭灾难，那我是不吉利的。现在没有啊，现在我遇见你，我受痛苦，我受灾难啊。看起来好像是国王不吉利，不是我不吉利啊。你遇见我，你什么事都没发生，反而是我遇见你，我要倒霉。那这样来，到底是你不吉利还是我不吉利？哎，这国王一听，哎，有道理啊。他从来没想过，你知道吗？他只知道，哎，遇见这种事情不吉利。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哦，我们有很多事情，哎呀，这个不吉利，这个不吉利。举个例来讲，很多人遇见鬼不吉利，可是通常你遇见鬼，你没有什么不吉利，反而是那个鬼不吉利啊。所以因为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你不要以为是说哦，遇见鬼就不吉利啊，不是的，吉不吉利要看。有以前我在一个去国外，有一个居士也是，他也是说，因为他能够看见，他有阴阳眼，我们说阴阳眼，他能够看见。那他常常觉得看见鬼是不吉利的，他一直认为这样。我说，那你看见那么多次，鬼有伤害你吗？没有。你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吗？没有。那你为什么会觉得遇见鬼不吉利？真的啊。好，那这个家长也就跟这个国王讲，国王啊，你好好想一想，假设我是不吉利的，你遇见我，你会倒霉，你会痛苦，你会受到伤害，但是你遇见了我之后，你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反而是我遇见了你，我要被打，被伤害，受痛苦，那到底是你不吉利还是我不吉利？所以这个国王就是他也要有一些善根啊，不然一般的国王他也不认错啊，他就是要让你死，他就是要处罚你啊。我说你不吉利，你就不吉利。有些也是蛮人不讲理的啊。但是这个国王一听，哎，没有错啊，确实是这样啊。后来这个家长员就开始跟他讲道理，开始跟他讲道理啊，那么慢慢就把他度化掉了，他以后就不再看见出家人，不再认为不吉利了，真的啊。那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家长员啊，他就是你要运用你的智慧啊，第一个运用你的智慧解决你本身的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你有了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能力之后，你更深刻的运用你智慧解决自己问题的智慧，因为你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你那个智慧就比较深刻。你不是照书说的，你知道吗？照书说的就是念经给别人听，我告诉你，那是没有什么感染力的。就好像你自己看过的智慧跟你自己实践过的智慧，我告诉你，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一定要运用你在佛法上学习的智慧，解决你自己面临到的问题。苦集灭道嘛，你的苦是什么？你学佛之后，这个苦有没有控制住了？有没有扩大延伸？我们的苦会扩大延伸哦，有没有控制住？有没有调伏住？有没有减少？然后有没有断除？断除要后面的事，但是要先控制，不让它扩大，不让它延伸，然后让它减少，渐渐苦就没有作用力，作用就不大。你不虽然有这种事，你不再以为是苦，不以为苦，虽然还持续发生这种事，有两件事，第一个，它不再发生这种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缘还没到，这种事继续发生，但你开始不以为苦啊。那你有些事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有些是别人帮你解决，有些是你自己解决，
真的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会让你的苦减少啊，除非你证了阿罗汉，不然就算阿罗汉也有苦，生苦心不苦，生苦心不苦。但是你的佛法有智慧的时候，你的苦不会很大，不会延伸，不会扩大，它就是控制住，还是苦哦。但是它你不会埋怨的，你不会一直想着那个苦，因为那个不重要，那个是可以被解决的，真的啊，那个不在你的人生里面占最重要的位置。你的保险箱里面放的一定是什么钻戒啦，有纪念的东西，黄金啊，你怎么可能啊放垃圾在里面呢？对不对？怎么可能放一颗坏掉的苹果在里面呢？不可能嘛。可是我们最深层的放最深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都是放什么？放烂苹果烂橘子在里面，越来越臭，越来越臭的。那么所以你要用你的智慧，像学这个家长眼，你要用你的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再扩大解决别人的问题。但有时候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候，是自己的善缘不具足，善业不够，所以你先放着自己的问题。有些自己的问题没那么快解决的时候，就好像比如说我很穷，我一下子也没办法改变我贫穷，好，那么你先用你的能力少数的钱去帮助那些比你更穷的人，更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你好像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有一些自己的苦，那么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你就是先解决别人的苦。就好像你的小孩怎么教，用软的用硬的你都教不好，这个时候你不要一直执着要教你的小孩，还是要教，但是你已经用尽一切方法都教不好，这个时候你应该花一点心力去帮助别人教育他的小孩。就好像你自己的病怎么医怎么医，你虽然有钱，有钱医病，怎么医怎么医都医不好，找不到医生，吃不到药，怎么医都医不好，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医病，但是你要花一点时间跟精力金钱去医别人的病，真的。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你结的缘跟业多了，你的病开始不知道怎么样自己就好了，没有好你也不再会干扰你，真的，你就会这样哦。所以有时候是用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要看这个问题的本身，如果它是比较长远的，那么你知道它不单单是你自己做就可以完成，所以你应该用一些心力那么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的病医不好，那么你用一些心力去医别人的病，真的，你自己的小孩怎么教他都要学坏，你开始去帮助那一些学坏或想学好的人，让他学好或是让他改变，比如说更生人啊，那一种，那么你慢慢慢没有多久，没有多久，哎，没有多久，你自己的小孩不知道怎么样自己会想了，或是他遇见一个人跟他讲，有缘就跟他讲，他就会想了，或是哪一天他自己会想，或是哪一天他遇见一个人，就好像你是那个另外一个家庭父母，那个让他头疼的孩子，你去帮助那一些孩子，那么你帮了那个孩子，那别人来帮你的孩子，就这样叫一个循环啊，你是帮助别人解决贫穷，别人来帮助解决你的困境，一样，就这样。那么这样的一个循环，它基本上就是如是因如是果。那么不管你遇见什么问题，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它都可以被解决。你可以扩大，善跟恶都是这样，你可以扩大延伸，但是我们要让善扩大延伸，延伸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事，那么要让恶控制缩小，要做这样，那就必须你要看你重点的做，重点的做，持续的做，那么一阵子之后就会改变。那么如果你有比较强比较大的善缘的话，那么做一下子就改变了，就像这个妇女一样，家长眼教的这个，她在老年的时候遇见家长眼，一下子没有半天的时间，而且她那个半天的时间，她的受的八关斋戒比任何人多虔诚，比任何人多虔诚，一心念，而且她没有犯过戒，
没有多久被打死了，怎么办？对不对？啊，亲近，因为这个功德直接升天，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天，比较不是一般的天女，是比较天子这样子，就好像皇帝的儿子女儿这样，公主这样的。你看业报就是这样，啊，那你好好想，你现在要卖什么，要买什么？啊，好好想，啊，那么也许你会遇见你人生中的家长缘，真的啦。好，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先讲。推推推。好，我们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